我是老胡，欢迎收看胡侃。闹出很大动静的 OpenAI 究竟在发生什么？要我看啊，简单说，现实利益与理想主义发生了摩擦。被董事会解雇的 CEO 奥特曼支持有效加速主义，把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置于首位。该公司首席科学家萨斯克维尔更注重防范 AI 的风险，提倡呢人工智能的超级对齐。这本来啊就是人类发展 AI 的推力和制动力，缺一不可。现在呢，奥特曼已经获得投资人和几乎全体员工的支持，占了绝对上风。萨斯克维尔已经倒戈转为支持奥特曼。尽管呢还没有最终结果，但这已经不是几个年轻科学家之间的争吵和博弈了。全体员工的利益加入了进来，资本的利益加入了进来，美国社会的商业利益和 AI 霸权利益加入了进来。有效加速主义战胜超级对齐，这个大方向大趋势已经确定无疑。人工智能超级对齐需要对齐的是人类安全，确保 AI 在强大起来的过程中形成对人类的爱。这样的爱得是母亲对婴儿一样的关照，母亲指的是强大起来的 AI， 婴儿指的是人类。 OpenAI 成立时注册成非盈利机构，目的呢就是研究成果为全人类服务，避免呢被一家公司垄断。马斯克是他最早的投资参与者之一，后来呢 OpenAI 为了壮大变成了有限盈利公司，在他发布了 ChatGPT 之后，展现出大河出川的无限前景。一旦呢完全商业化，很可能成为万亿美元的顶级上市公司，原来的初心还能守得住吗？事实证明啊，萨斯克维尔与董事会一起解雇奥特曼，但形势在几十个小时之内就出现反转。到目前呢，770个员工中，超过700名员工联署要求奥特曼回归，否则呢，他们都将辞职，与奥特曼一起前往微软。这表明，在巨大利益的推动下，超级对齐不可能在商业大环境下得到遵守，对它的打破是注定的。要说啊，奥特曼他未必就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对人类造成伤害，他会失控，但呢，他力推有效加速主义是照顾各方利益的现实主义选择。除非美国政府站出来干预，阻止人工智能在没有绝对安全措施情况下的突飞猛进，否则呢，仅靠市场自身的力量，超级对齐，我认为啊，不可能长期遵守。最坚持超级对齐的萨斯克维尔，面对员工和投资者的强大反对，迅速倒戈，加入了要求奥特曼回归的联署。这应该呢，也是他面对员工集体反对和投资人施压的无奈辩解。这可以看成商业潮流中理想主义十分脆弱的冰山一角。是啊，那么多投资人等着 OpenAI 一旦完全商业化并且上市而大捞一笔，更有无数公司等着 OpenAI 创造并且开放大规模的应用，实现他们自己在各自领域新一波的成功。而且呢 ，OpenAI 投入更多资源去做人工智能安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私营公司也会那样做吗？现在 AI 竞争也成为国家竞争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愿意美国公司的 AI 整体迭代速度慢下来吗？美国现在打击中国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是我们的 AI 研发。老胡相信啊，华盛顿对奥特曼的路线压倒萨斯克维尔路线是乐见其成的。从远处观看 OpenAI 的这场人事大地震和其中的戏中戏，老胡想到的是啊， OpenAI 的人工智能研究确实进步非常快。他们说人工智能已经有了意识，发生这场路线之争，我认为显示人工智能已经到了或者接近了人类需要选择接下来准备冒多大风险的那个临界点。
我还想到，在中国互联网的聊天群里，我从来没有看到相关知识分子和研究者群体对中国 AI 研究已经遭遇上述现实风险的讨论。我相信，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那样的责任心，更可能是我们的 AI 研究与美国的研究存在呢一个差距。那样的风险还没有形成我们这边知识分子群体的紧迫感。所以呢，大家都在议论 OpenAI 的事情，谈得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很显然啊， AI 刚开了一个头，它的纵深空间里都有什么，今天呢很难想象。中国一定要加快 AI 研发，那样才能提高我们了解 AI 深空的视野和利益。它不光是 AI 应用带动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维护国家安全基本面，对塑造人类未来参与权的重大利益。现在呢，我们看着 OpenAI 几个年轻创业者之间玩宫斗戏， AI 未来发展方向仿佛呢就要由他们的斗争来决定，这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叫行？我们只有把自己的 AI 脚步加快，才能在那个速度中产生领会，并且呢获得话语权。